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二十四名，第二十四名，倒数第五行。从头看起啊，又海东圆小师宗耀云：“发菩提心，是名正因。”这是韩国的圆小大师。前面呢，我们略略的介绍过了啊。宗耀是他老人家著述的名称啊，都是讲《无量寿经》的，是《无量寿经》的著。这里面说的发菩提心呢，是名正因。这些祖师大德们都是强调发菩提心的重要。如果不发菩提心，那就像善导大师讲的，到最后啊，不能往生净土啊。所以我们要重视四十八愿里面的两愿，不是一愿啊。许多人呢，都把第十八愿看重。十八愿是十念必生的，十九愿讲发菩提心，讲生到极乐世界皆是阿惟越致菩萨，这十九愿讲的。偶益大师在要解里面讲得好，他说能不能往生呢？完全是信愿之有，你是不是有真心切愿，那你就能往生啊。可见的发菩提这重要啊。念佛功夫的前身是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之后提升品位啊。如果念佛没功夫，真有深信切愿啊，这个愿就是菩提心呐。真有度众生的心呐，真有做佛的心啊。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完成，这些开始非常重要，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下面给我们说明菩提心啊，是又云发菩提心有二啊，这个又云还是宗要里面说的。第一个是随事发心，烦恼无边，愿习断之；善法无量，愿习修之；众生无边，愿习度之。此心果报虽在菩提，而且花报在于净土。
这个也说得好。啊，我们看这个就知道了，这是四弘誓愿了。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这是四弘誓愿，里面说了三愿，啊，说了三条，是这种法心。果报啊，虽然在菩提，啊，菩提是正觉，菩提是正等正觉，啊，它的花报呢，在净土，啊，换一句话说，这个果报是在净土成就无上菩提，啊。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最后的一愿，佛道无上誓愿成，啊，这是究竟圆满的果报啊。所以这后啊，这是提一个问话，为什么菩提心量广大无边长远无限，菩提心，菩提心是自信圆满的觉心啊！这是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菩提心就是智慧啊！实在讲呢，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说智慧，下面德能相好当然包括在其中。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吗？啊，这先说心量啊，心量广大无边是讲空间呢、啊，没有边际呀、啊，是大而无外。啊，长远无限，这讲时间。都是无量无边啊，无尽无限。所以大乘里面常说啊，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话是真的啊！佛心如是，我们每一个众生心皆如是啊，一丝毫的差别都没有啊！无差别当中，现在好像有差别，这是怎么回事情？迷失了自信啊，于是在无差别里面呢现出了差别啊。在觉悟的人啊，不要说圆觉了，圆觉是佛啊，大觉这菩萨了，在他们境界里面差别即是无差别啊！为什么大菩萨如不二法门呐、啊？我们有二三呢、啊，他没有啊；我们有一多，他也没有啊。那我们再问一下，为什么？啊，何以故啊？如果我们真正明白贤首过世望境还原观里面讲的三种周遍，你不就明白了吗？
那是华严圆满的境界。无论是正报，无论是异报，所有一切现象，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波动的现象。这话说的很有道理啊！近代的科学家说，宇宙之间什么都没有，就是波动。精神现象波动形成的，物质现象也是波动形成的，形形色色不相同，频率不一样。这个说法跟佛经上讲的相应呐，三种周边相应啊。周边法界，畜生无尽。后面一句其实就是心包胎虚两种啥界，含容空涌啊。所以故能感得广大无际依报净土，常言无量正报寿命。幕后这两句好，除菩提心无能当此啊。这一句话就说啊，遍法界虚空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他讲从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见闻觉知。在自信断尽无明习气，回归到常寂光，这个里头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所以有一些人问我，既然他不起心不动念，他还有知觉吗？他有知有觉，不就起心动念了吗？不起心不动念，他的知觉，他怎么会有知觉？他就是有这个东西。精神物质现象确实没有，他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就是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它不生不灭。因为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物质精神都是缘生法。我们讲精神，讲受想行识。如果一念妄动，见闻觉知就变成受想行识。有了受想行识，从受想行识里面就变现出无执现象。那就是他所受的，他所想的，他所行的，他所认识的，那变现出来了。自自然然的，所以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也可以说包括十法界。众生有感，自然就有应，
它是活活泼泼的，它不是死的。啊，他感的时候现象，不是起心动念现象的，是感应现象的。啊，所以现象，他还是没有起心动念，完全是自信起用，不可思议。啊，我们想去理解它，错了，你理解不了，为什么呢？你是用心意识，心意识圆不到自信。啊，要怎样才能圆到呢？把心意识放下，它就现前了，当下即是了。这是大乘法里面，是禅宗里面，不管是哪个宗派，最高的境界。啊，幕后这两句话说：“除菩提心，无能当此。”这真的是把根本讲出来了，这就是自信本有的般若智慧。这是虽四，下面呢是第二顺理发心，信皆诸法皆如梦幻，非有非无，立言绝律。啊，这段文章我们先看这一句，首先你要相信，你不能怀疑啊！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叫怀疑啊！我们学佛修行为什么不能成就？说实在话，几个人真信佛啊？信佛信了一辈子，对佛还打问号啊？到底真有吗？啊，谁能够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呢？那是真心啊，真心的人肯定依教奉行，果报不可思议啊！我们对佛就是有怀疑啊！啊，你说不信吧，还挺相信的；你说真信吧，他做不到。所以佛法真难呐！啊，佛法确实知难行易呀！啊，那个知什么？没有疑才是知啊，有疑你不无知啊，虽知不透彻啊！啊，拖泥带水。真心真解啊，所以心跟解有关系。我们凡夫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相信了啊，这是一般的中下根性，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他就真信。这种人非常难得啊！为什么呢？他能够他死心塌地修行，他有成就。
啊，这个里面两种人，我们中国古人讲上智下愚，多少？上智也不多，下愚也不多。啊，下愚是他虽然不解，你教他，他就一口咬定了，他真干。啊，说念佛吧，他念个两年三年，他真的往生了，瑞相稀有。那他懂不懂经济道理？他不懂。啊，地贤老和尚那个锅炉匠的徒弟就是属于这种人。他往生的时候，老和尚赞叹的稀有啊，啊，赞叹他的成就啊，啊，讲经说法的法师。啊，名山道场的住持方丈不如你呀、啊，比不上你呀、啊。你看老和尚赞叹，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站着走的，还站了三天，等地仙法师去的办后事。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所以心戒啊，诸法是佛说的一切法，戒如梦幻，它不是真的啊！真正相信，真正理解，对于一切法，你决定不执着了，你也决定不分别了。乃至于一切法里都不起心不动念，那你就得三昧了。一切法非有非无，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啊，你说它无，它有相；你说它有，它这个相不存在，是极其短暂的一种相似相续相。不存在呀、啊！我们看电影，从前电影，那个幻灯片啊，一秒钟更换24张啊，张张不停的，一秒钟24张。啊，每一张它的时间是24分之1秒，你还没有来得及想，就换掉了。啊，这生灭法了，生灭速度太快了。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不是一秒钟，一弹指32亿8000年。你怎么能说他有？你怎么能说他无？哎，他的事实真相非有非无。啊，立言立律，你没有法子说他。啊，你说那个时间已经很长了，他不晓得换哪去，到哪里去了。啊，律是想，你也不能想他。所以。言语道断，心行出灭。立言是言语道断的。啊，立念是这个绝律啊，心行出灭。言语跟思虑
达不到啊，这才真相。依此信解，发广大心。啊，这个信解就是前面讲这四句话。信解诸法，皆如幻梦，非有非无，立言绝律。这个四句话，把一切法的真相都说出来了。啊，那这发广大心，这真心现前。你对于一切诸法，再也不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了。啊，这个时候发广大心。广大心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讲的度众生的心，断烦恼的心，学法门的心。虽不见烦恼善法，烦恼是不善，这善与不善，两边不住。啊，可是怎样？你的心态呢？啊，而步步无可断可修。你还是很认真的在那里断恶修善。你知道没有烦恼断，你在那里断；你知道也没有善法修，你在那里修。这两句话。黄老居士挂壶的这个注解啊，怕我们听不懂，真慈悲呀！步步无即不排除之意啊，不者排也，无者除也啊。所以上句的意思，虽不见烦恼与善法，但任由。可修与可断，啊？为什么？是故虽愿习断习修啊，而不违于无愿三昧。啊，这个无愿三昧是大空、大三空三昧。啊，自己入了这个境界，还得要修。对自己来讲呢，破无明习气，给众生做好榜样。啊，也就跟唱戏一样的，知道唱戏是假的，还演得很逼真。啊，为什么呢？得演给别人看的嘛，是让别人呢看了之后有所感动而觉悟了。这是说明，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现身作为。全是为帮助众生啊！啊，如果在这个境界里的，我不愿意了，慧身灭智，那就变成小乘了。大乘跟小乘的差别在此地。啊，小乘阿罗汉在这个境界的时候，他就结束了。啊，不过
不愿意再实现了。这行不行呢？不行。为什么不行呢？无始无明的习气断不掉。你们想想，这什么道理？无始无明习气要断，那你就得学菩萨，无为而无所不为，无所不为又而为之。啊，这两句话的意思，不就是佛常讲的“入不二门”吗？入不二门才是大乘菩萨。对自己来讲，41品无明习气，他才能断掉。啊，破了无明之后，在这个《华严经》里面，原教初住菩萨，啊，破无明，也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了，啊，入这个境界了。我们想，人到不起心、不动念，当然分别执着没有了。哪里来的41个阶级？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哪有这些东西？有这些东西，不又有分别，不又是有执着了吗？啊，所以我们在华严会上跟同学们讲得很明白。啊，有没有这个41个阶级呢？没有。华严境界是平等境界，哪来的41个阶级？那佛为什么设41个阶级呢？是设的起心动念那个习气没断，起心动念真没有了，确实没有了，还有起心动念的习气。微细的无明，这个微细无明很难断，没有法子断啊！所以在那个境界的修行叫无功用道啊。古人常讲：“此处用不得力啊，一用力，妄想分别执着全起来了。”啊，在这个境界里面。那换句话是，你的说话算话，你在过去因地上曾经发过度众生的愿，你现在成佛了，你怎么为什么不度众生？啊，你说话要算话了，要兑现的，啊，这个时候是你兑现的时候了，啊，所以兑现没有起心动。随众生的感，佛菩萨应呢，感应道教啊。众生有感，佛是无心而应啊，就是他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他就应。虽应还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现身如是，说法也如是。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说啊，他讲经49年没说过一个字。我们听这话听不懂啊，怎么一个字没说呢？啊，现在人记录下成一部大藏经，他说一个字没说，真的是一个字没说。为什么？他没起心动念。他说什么？
很难体会这个境界，听不懂啊。明明你给我们讲这么多经，怎么说你一个字没说。啊，所以佛有善巧比喻，啊，他用钟鼓来比喻，啊，你敲鼓，啊，你用力敲，声音就小大，轻轻敲，声音就小。鼓有没有起心动念？有没有分别执着？没有。大扣则大明，小扣则小明，不扣则不明。啊，佛要我们从这去体会，他真的没说。啊，他那个说是什么？是你众生起心动念，他这边自自然然的反应，就是自心信德发而如是啊。啊，如果没有反应，没反应那就死的了。啊，他不是死的，活活泼泼。啊，所以佛说法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随心应量。所以下面说，虽愿戒度无量众生，而不存能度所度。有能度所度，你就起心动念了。啊，有能现所现，有能说所说，那你分别执着全起来。那你是凡夫，不是圣人啊！我们要学圣人，要把能所放下啊！能所放下就是说，决定不能够有执着，境界里头不执着有我身。不执着有人生啊，四相放下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得清净心了啊！清净心起作用，恒顺众生，众生有执着。你要是没有执着，那你就他心目当中你是异类，他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生活啊，那怎么办呢？要顺着他，顺着他的执着一样有执着，那顺着他的执着叫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恒顺随喜是有分别有执着，功德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有执着就是没执着，没执着就是有执着，你能听得懂吗？这妙就妙在此地啊！啊，所以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啊，真的，这法喜充满，
这个理确实是很深。啊，听不懂没关系，不要去研究它，不要去想它，一遍一遍地听。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不厌其烦，天天讲，常常讲，哎，听多了，总有一天豁然开悟了。啊，为什么会豁然开悟呢？熏习久了，你看，平常你是烦恼熏习的久，他就生烦恼；现在是圣教熏习的久，他就开悟。啊，所以不怕多听。啊，现在方便的，一片光碟都能开悟。啊，一篇光碟要是每天听十遍，啊，听上三年准开悟。啊，三年听这篇东西心定了，你得三昧了，你怎么会不开悟呢？肯定开悟。啊，人人都有份呐。问题就是你肯不肯信，你能不能相信，你愿不愿意这样做啊？关键在此地啊，只要愿意，大乘不难啊。如是发心，功德无边呐，摄思诸佛穷劫演说，彼诸功德又不能尽。这话都是真话。啊，你能依照上面所讲的发现，它能帮助你开悟，帮助你明心见性，这功德太大了。哦，这底下还有一句话，忘掉了。故能随顺于空无相，如精进，啊，如精言，这是《金刚经》上说的。如是灭度无量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啊，这句话是《金刚经》上的。啊，这是诸佛菩萨了，在世间。啊，灭度无量众生。灭是帮助众生灭烦恼，啊，帮助众生呢断烦恼，帮助众生证菩提，啊，虽然帮助他不着相啊，众生着相啊，佛菩萨不着相啊，就如是啊，啊。他能随顺于空无相，这个前面讲的无愿三昧啊，这叫大三空三昧，就是空无相无愿啊。换一句话说，他在日常生活当中穿衣吃饭跟这个相应，空无相无愿。他在工作里头也相应，他待人接物也相应，啊，与大三空三昧相应，啊，那就是与金刚般若相应啊，啊，他不是不干的，真干，干得很积极啊，啊，虽然很积极，痕迹都不着。这是什么？这经常换一句话说：“作而无作，无作而作。”
啊，作根无作是一，不是二。真入不二法门了。啊，所以这是真实功德，无边功德。啊，一切诸佛言说彼诸功德说不尽呐、啊，为什么？他称心啊，道理在此地。我们再看下一段啊，这个宗趣这一段的时候，老居士也说的很多啊，分量很大。又观经云。余生必孤啊，当修三福。这个地方引的，他是因为这里讲发菩提心，所以他就引第三条，啊，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全经行者。啊，前面还有两条，我们在这再顺便说说。啊，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头一条啊，啊，你要知道啊，那什么，那是菩提心的根啊，菩提心的基础啊。没有前第一条，就没有第二条。没有第二条，就没有第三条。啊，那我们今天说发菩提心啊，我们的真干的时候怎么干？干的不像，没有成果出现，什么原因呢？嗯，没根，把根锁掉了。啊，许多出家人人来给我谈了，谈什么我都不说，扎根要紧啊，他都没有想到根本，那你怎么会有成就啊？跟这四句第一条这四句能不能做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能不能做到？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也，把《弟子规》通通做到了，这个根你就有了。啊，这个根是浅是深，是强是弱。那里面程度还有很多啊！慈心不杀，因果教育啊，修十善业，这是佛法的根啊！《十善业大经》里面佛讲得很清楚。人天法，你来生怎样得人生，怎样升天啊？声闻菩提、缘觉菩提乃至无上菩提，都是以十善为根本啊！离开十善，你来一生，人生都得不到。啊，向上就别想了，向上升天，啊，声闻缘觉菩萨佛都别想了，你连人都得不到。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所以在中国，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了，少一个也不行啊。啊，儒释道的三个根就在这一句。啊，儒家的根《弟子规》，道家的根《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胤祉文。啊，佛法的根《十善业道经》啊，那出家还要扎一个《沙弥略义》。那出家的根呢？啊，根基没有，怎么会有成就？啊，我们学佛不能骗人呐，骗人有罪也。啊，这三个根真的扎下去了，你学佛可以修成菩萨，修成佛。你修道可能修成神成仙，你学儒可以成圣成贤，决定有成就。啊，如果这三个根都没有，那你什么成就都不可能。啊，三个根从哪扎起的？从弟子规扎起，就像三层楼一样，弟子规是第一层楼，啊，感应篇是第二层楼，十善业是第三层楼，三个根，比什么都重要啊！啊，学佛从哪里学起？从这学起。在古时候，一般人童年的时候就把这个根扎下去了。一般呢是儒跟道，从中国传统文化你就能看出来。啊，中国传统文化硬体设施有三个建筑：祠堂。啊，祠堂叫什么？叫孝，孝亲尊师。啊，春秋祭祖，平常祠堂就是学校，私塾都用祠堂做教学的场所。啊，私塾是家学嘛，用现在的话就是家族的子弟学校。啊，祠堂平时没有活动啊。除了春秋祭祀之外没活动啊，啊，所以就利用这个场所办学。啊，所以它是伦理道德的教育。啊，第二个就是孔庙。啊，孔庙也是每年一次祭孔，那是他的活动，平常也没事情。啊，所以地方呢，这些读书人就利用这个场所啊借势。你们看到这个了凡四训里面讲的文昌寺，他们就利用这些地方借势。啊，在这个地方啊，学习道德的教育。啊，古圣先贤的道德教育，
就利用这个场所。第三个城隍庙啊，城隍庙大概都是道家的啊，或者是道教的，叫什么？因果教育啊，这个里面叫教学，最动人的、最感人的，就是十王殿呐、十殿阎王啊，啊，他是表法的。哎，在从前这个阎王殿的时候，它是用大多半是泥塑的，啊，把地狱变相图做出来，啊，说明呢依据呢，它是玉立宝钞，因果教育。啊，这三样东西啊，那小孩从小啊就受这个熏习，所以他的根就扎稳了。以后在接触佛的时候非常容易，十善业道对他们来讲一点都不难。啊，根好。啊，所以在家学佛。十善业、三规五戒，一点问题都没有，他真做到啊！啊，出家学佛，他真有根有底呀！啊，那现在我们这一代麻烦了。啊，儒释道的三个根都没有。如果我们说没有，我在十善业行不行？不行。佛在佛藏经里面说过啊，佛藏经是一部经啊，不是大藏经，当然一分量不多，佛藏经，佛说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释迦牟尼佛说这句话了啊，你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佛不承认你 啊佛教传到中国是很完整的啊，你看大藏经里面的四阿含小乘经啊，小乘的经律论啊，在隋唐那个时候有两个宗，陈师宗、居士宗，这两个宗是小乘，要先学它。啊，先学小乘，小乘学毕业了再去学大乘。啊，这释迦牟尼佛告诉教给我们的。啊，古时候都是这样的。啊，可是唐朝中叶之后，中国佛教不修小乘了，啊，在家出家都不修了，不修了。那修大乘行吗？中国用儒道代替小乘，啊，所以学佛没有不读四书五经的啊，至少也读过老庄的，用这个做基础啊，啊，然后再接着学大乘呢，很有效果，不亚于小乘啊，这是中国佛教一个特色。这个必须要知道啊，所以用儒道做基础啊，儒释道就融成一体了啊。在中国这个社会，形式上有儒释道，实际上儒释道已经
融成一体。啊，学道的，他读佛经，他也念四书五经；学儒的，他也学道，也学佛，很普遍。啊，尤其像这个《金刚经》啊，《华严》啊，《地藏经》这些。变成很普通的这些功课了啊，儒也学，道也学啊。那么到了近代，清朝亡国之后，中国社会一直在混乱。啊，不安的状况之下，啊，接着遇到这个日本人侵略，啊，8年抗战，我们把传统这些东西疏忽了，啊，现在正像《无量寿经》上佛所讲的，先人无知，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我们不能怪父母，也不能怪祖父母，啊，只能怪我们出生在这个环境，这环境不好，我们来了，啊，这里面因素很多，不是他们有意疏忽的，啊，为时势所逼，我们要知道啊。啊，那怎么办呢？这补习啊，啊，把这个基础教育啊，要补过来，啊，真正花个1-2年的时间扎根，根真的扎好了，无论修什么都会有成就，啊，这很重要。啊，所以敬业三福啊，这个头一条啊，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啊，有这个根才能学佛。啊，所以第二条才学佛。学佛从哪里？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这才入佛门呢。佛经上你一展开，叫善男子、善女人，为什么？他具足第一条善，啊，也就是说，他真正做到了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他真做到了。所以他能够有这个条件，才能到佛门里面来接受三规五戒。啊，出家的时候接受沙弥戒，沙弥10条戒24门为一。啊，有这样的基础才能到第三呢，第三是大乘呢，啊，第二是小乘呢，不违背次序啊。啊，那么到第三，三是大乘菩萨。大乘菩萨第一个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啊，这个因果不是小乘因果，不是世间的因果。啊，世间因果在第一条就学了。啊，这个因果是什么呢？成，这个念佛是因呢。成佛是果，他是讲净土法门的，念佛成佛了，不是讲普通的因果啊。啊，这个讲的透彻，
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这个法门就是叫你念佛，你对这个因果你要相信。啊，身心切愿，没有一个不往生。啊，读诵大乘。啊，读是对着经本念，诵是离开经本背诵，这你念得很熟了。你能够背诵了，啊，这是什么？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你就能成佛了。啊，那这个大乘是讲什么？广义的讲是大乘经，狭义的讲就是大乘无量寿经，就这一部经。你就决定成佛，啊，往生成佛，最契合现代这个世界，啊，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啊，知识爆炸了，啊，人喜欢简单。啊，那最简单的一部经，啊，这一部经呢，能够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通通包括在里面。无量寿经呢，真的不是假的。前面跟诸位说过，啊，真的，一切一切。一个不漏啊！啊，所以这部经无比殊胜，十方诸佛赞叹呐！啊，我讲经讲了52年，在我经验里面，我讲任何经都没有讲无量寿经的法缘殊胜。啊，你们要是听经，细心想一想，观察，你能够觉察到，啊，讲这部经的法缘无比殊胜，无论在什么地方，啊，为什么？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啊，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众生。妥了啊，也有一些啊，中国国内所说的特异功能，在佛法里面讲的天眼通。啊，能够看到啊，那一些众生，他们知道啊，哦，这个道场听众太多太多了，啊，所以读这部经，讲这部经，学习这部经，感应是无比的殊胜。啊，劝进行者就是教化众生，读诵大乘是自行，啊，是自己依着经教修行，啊，自行化他了，啊，这劝是劝别人。又曰，啊，这个又曰也是观无量寿经上说的，
若有众生愿生彼国，发三种心呢，即便往生。这就是发菩提心。菩提心怎么会有三个呢？大乘教里面都常讲一心，一心哪来的三心？三心就是一心，一心就是三心。佛法讲体、相、用。那么这个地方讲三心，有体有用。用呢分两个，自受用、他受用。我用什么心待自己，对待自己，用什么心对人。那么这是观经上说的，一者至诚心，二者深心，三者回向发愿心。具此三心，必生彼国。这个，你看这个地方，菩提心的体，至诚心，什么叫诚？这个字怎么讲法？曾国藩先生在他《度书笔记》里面给臣下了个定义，说得好，跟大乘教里面相应。他说，一念不生，是为臣，起心动念，臣就没有了。不起心，不动念，这个心是诚心。至诚，诚到极处啊！曾国藩先生也是个学佛的，我想他那个诚的定义啊，是《大乘经》上所说的。至诚心谁有呢？给诸位说，原教初住菩萨，设法界里头没有。设法界里头，我们知道最高的这个阶层是佛。设法界是声闻、缘觉、菩萨、佛。那个佛还是用阿赖耶。阿赖耶是什么？阿赖耶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起心动念，所以他是妄心，他不是真心。一发这个心呢，给诸位说，你就是原初住菩萨了，你就成佛了。真心嘛，用真心就是佛，用妄心是法界。设法界四圣法界，用妄心用得正，因为都接受佛菩萨的教诲，都是依教修行，所以他那个妄心用得正。那六道用得邪，不正，六道里头见思烦恼障碍了他。
啊，所以四圣里头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有尘沙烦恼，没有见思烦恼。啊，他脱离六道轮回了。啊，至诚心不容易啊。啊，二者身心，身心是自受用。啊，我们自己生活、工作、待人接物，要用什么心？用身心。啊，什么是身心呢？我们用本经经题上五个字，清净平等觉。啊，二十多年前我在美国讲这个经，啊，讲菩提心的时候，啊，我这样讲话大家好懂。啊，我把那个觉上加了一个字，正，正觉。啊，我用了十个字，真诚就是至诚心，真诚。啊，身心呢，清净平等正觉。啊，他受用呢，他受用的慈悲心，啊，就是此地讲的回向发愿心。把自己所修所学的一切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发愿求生极乐世界，慈悲到了极处啊！啊，这就是摄一切众生往生佛国，这慈悲到基础了啊！没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慈悲心不圆满啊！为什么？来世他还要搞六道轮回啊！这一世你怎么爱护他，怎么帮助他，来生还搞轮回佛帮助众生要帮助到底啊，真的要帮助他到家了，不能搞一半了啊，一生当中啊就要达到圆满啊，那你就得一定劝导他念佛生净土，你自己一定做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你让他看了之后真正心生感动啊，真正能够放下万缘啊，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成就一切佛法，那个地方是个好学校啊，生到极乐世界无量寿啊，有的是时间呢、啊。啊，学佛的场所没有比极乐世界更好的了，这找不到了。对，十方诸佛赞叹，连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你看都赞扬文殊普贤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向释迦向阿弥陀佛学习，这还得了啊！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得看清楚啊，得想通啊，然后
死心塌地，归心净土，不再搞别的了。我在讲习当中，过去跟诸位报告多次。老师，李老师，把这一部经典没注给我了。我读了之后，生大欢喜心了。那个时候我讲《华严经》，我就不想讲了。《华严经》讲了一半，八十讲了一半，四十讲了一半，我就不想讲了，就想发心专讲这部经。这部经先和我讲过十遍了，这是第十一遍了。专修净土啊！那为什么这以后又讲华严经呢？我跟诸位说是三个人起请。台湾的开心法师，北京的黄念祖老居士，华藏图书馆的韩馆长，在往生前两天。生病住在医院，往生前两天，恳切的要求，希望我把《华严经》讲圆满。因为以前讲的没有这些设备，不但没有录像，连录音都没有。我第一次讲华严。都希望能够从头好好讲一遍呢，留这个那个时候还是录像带留给后人做参考。我看他的病很重来安慰他，就答应了。这是这一次第二次讲华严经的因缘我移民到新加坡，在新加坡住寮将近四年，李牧原居士知道这回事情代表这三位大德正式启请，这华严经就从新加坡居士林就开讲了。我们讲了4000多个小时讲了多少呢？八十华严大概1/5讲得很详细大家很欢喜。这个经中本华严我们这一次在此地学习的进度，今天是第25次，我们学到25面，2个小时学一面。他老人家这个大经解，恐怕也将近1000页那就得1000次1000次得2000个小时那这个学习方法呢，是有受用，越详细越欢喜真的是法喜充满说我们还是要把进度提快一点
啊，所以这三种心，我们用最浅显的文字，让大家看得很好懂。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要真正发这个心。用这个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得生。具三心者呢，必生彼国。说发慈三心啊，以及发菩提心也。有密宗啊，最重发大菩提心。黄老居士参过禅，学过密，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显密圆融啊，通宗通教啊，难得的一位呀，长者大德。其教典菩提心意云：菩提之心，成佛之本，大事因缘莫过于此啊！这是六个字，是说菩提心的重要。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觉。菩提之心，觉心呐，就是经题里面讲的清净平等觉。我常常跟诸位报告，要提醒大家，清净心是阿罗汉，平等心是菩萨，觉心是佛。佛觉悟了，觉从哪里来的？觉从平等来的。平等是三昧也。持戒就能得清净心，因戒得定定是三昧，得三昧平等心现前。定到一定的程度，自然就开悟了。觉是开悟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它是成佛的根本呐。大事因缘莫过于此啊，就说明我们学佛学佛是一大事因缘。为什么呢？回归自心众生迷失了自心，所以堕落在十法界，堕落在六道轮回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心的完全违背了。去受苦受难了从大乘教义里面来说灾难从哪来的？不善的心性为什么学到这么多年了诸位心里都相当明了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坚定的善心善愿，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呢，就变成
坚实的大地，不会有灾难了，不会有地震了，不会有土石流啊！我们在前天看到一个信息，我还看到这个照片，好像是在台湾发生的山崩，这个山整个崩下来了，那山上面那一层那个树木啊，还在，那当中这个土突然崩塌下来了，这从前没过的现象。没见过，这在佛法讲是什么因呢？我们的心行不善，感得大地松了，摇晃不定了，是不是真的？是真的。现在想想，有几个人心在定中？心都不定了，可以说是心慌意乱了。现在社会一般大众都是这样的，没有安全感了。不像从前人了，从前人心定的。这定在哪里？定在伦理道德。因为以前教育，他从扎根教育就教这个，叫你定在孝悌，定在五伦，定在五常，定在四维八德。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待人接物，他都有个常规呀。他不越这个规呀，这心是定的呀。现在没有了，现在心不定了，没有安全感了，所以大地也松了，大地也不定了。这在大乘教里讲得通啊。如果我们不能够认真学习圣贤教诲，把心定下来，这个事情会常常发现，会越来越多，这麻烦大了。防不胜防。你看这两年这个地震的频率，比过去多得太多。在整个世界来讲，每个月都会有好几次，都不定在哪个地方，频率越来越多，灾害越来越严重。记住，一切法从心相生，这佛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我们心想什么？要常常想着祖宗的教诲、伦理道德，常常想着佛的教诲，佛教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把心定在极乐世界。把心定在阿弥陀佛，我们的心定了，山河大地就巩固了，就不会出问题了。所以要定在发菩提心呐。真诚心我们还做不到，
为什么呢？做到了，你就超越十法界了，你成佛了。可是我们要非常认真去学习清净心，平等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学。前面讲得很好啊，这个往生论你跟我讲的，学无染清净心，知道哪些东西是染污，我们远离染污，要记住，自私自利是染污。明文利养是染污，五欲六尘的享受是染污，贪嗔痴慢是染污，染污多了，太多太多，你要有慧眼，你看得清楚，能分辨明了。远离一切染污，我清净心就回来了。得到清净心之后，再进一步修平等心。平等心从哪里学起？从谦卑学起。我不说谦虚，谦卑。连年天主教玫瑰经里头第一段叫人学圣母玛利亚的谦卑在中国离记第一句话去离月无不尽离记里面讲的离的精神是什么自卑而尊人自己谦卑尊重别人这是礼呀礼的根本呐。决定没有功高我慢。功高我慢感应的是什么呢地震。那我们就晓得我们能够自卑而尊人的话我们居住这个地方不会发生地震。我们要相信佛了是佛说的。那你不信就没办法了。一定要相信。决定不怀疑它就产生效果。如果你要是跟一般人的见识，佛是迷信的，没有科学根据那就麻烦大了。那灾难现前你怎么办？他不相信。好，我们再看下面又菩提心论云：此菩提心能包藏一切诸佛功德法故，若修正出现呢，则为一切导师；若归本呢，则是密言土，不起于座能成一切佛事。这是菩提心论里面讲的一段话一直
到这一段的末了，都是菩提心论上所说的。菩提心能包藏，包是包容，藏是含藏，一切诸佛功德法。这个意思就是，自信本具，一切智慧德能。智慧德相啊，能生万法。这就是这一句的意思。显示万法从哪里生的？从菩提心生的。是不是？是的，这个意思太深了。自信，自信之体就是菩提心。自信能生万法了。慧能大师见性讲的五句话。他形容菩提心。他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我们的真心永远是清净的，从来没有染污过。染污是阿赖耶，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从来没染污过。不生不灭。本无生灭，本自具足，这一句话里的东西多了。本自具足就是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智慧，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佛所讲的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智慧是第一，智慧是智慧就是菩提心，觉性呐，本觉，起心论上讲的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不觉是阿赖耶，是妄心，不觉本无，本觉本有。觉心就是菩提心。觉心。具足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所以能生万法。遇到缘他就现万法。这个缘是什么呢？一念动。我们就讲波动。极其微细的这一念波动。这个波动没有因的，从这个波动之后就有因，就有果。只有第一个，所以叫无始无明。这个东西没有因。你要去追究这个因的话的时候，你就起了分别，起了执着。那你娃那就是越迷越深了，那就错了。他第一个动没有因，所以佛讲得很好。为什么没有因呢？无始没有开始嘛。无始当然他就没有灭嘛，有始就有终嘛，他没有始。所以这一句话的时候已经把意思说破了。没有时你就别问了。你就别去想它了。是不可思议。
你一想，啊，一说就错了，不知道错到哪里去了。这话说的真好啊！啊，这是言语的善巧。啊，能报偿的，本来报偿的，就是能大师第三句话里面所说的，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就这个意思。啊，他这里说一切诸佛功德法，啊，就是华严经里面讲的智慧德相。啊，我们在这个经题里面，智慧是大乘，德是无量寿，相是庄严，全在经题上，经题上。啊，那极乐世界所现的呢，若修正出现，则为一切大事。啊，阿弥陀佛，修正出现了。啊，我们看他五戒的修行。他修成了，极乐世界出现了。极乐世界还是从心想生的，啊，真有啊，不是假的。啊，偶益大师，他有一个外号。叫西有道人，西是西方，意思是西方真有啊。他给大家做证明，西方真有，叫西有道人。啊，阿弥陀佛，修真出现了，啊，出现西方极乐世界了，他就成为一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大众的导师了。啊，导师就是佛。啊，指导大众修行正果。啊，在极乐世界修行，还是一阶一阶向上提升。啊，可是他速度快。啊，不像在他方世界，修行的时间很长。为什么？障缘太多了。障碍太多了，修行的环境不好，寿命短促啊，还没有成功，寿命到了啊，再转世再来，至少要耽误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啊，这个耽误就是退转，要大幅度的退转啊。西方极乐世界人没有生死。无量寿啊！啊，而且他的时间可以说分分秒秒他都不浪费，都不空过。啊，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念念都在进步。这种环境，修学环境到哪里去找啊？啊，十方佛刹里头没有啊。
若归本，则是密言土。啊，什么叫密？不是秘密。啊，秘密不可告人，那不见得是好事。佛法的秘是讲深秘，理太深了。啊，理跟事都非常深妙。啊，言是庄严呐、这个秘密是西方极乐世界。啊，华藏世界，光说一切诸佛的十报庄严土，都是密言土。啊，鉴别它跟十法界不一样。啊，十法界的土没有他那样坚固啊。他永远没有灾变。啊，那他是怎么成就的？我们要记住，菩提心成就的。啊，那我们再把这话重复说一遍，大家就印象深刻了。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你能把这十个字都做到了，那你就修真出现一切老道士，你就见到阿弥陀佛了。为什么？你自己是阿弥陀佛，你就见到极乐世界了。密言图就是极乐世界。啊，身，金刚不坏身呐。正宝。图是医宝啊，啊，无比的庄严啊！西方极乐世界讲七宝成就的，七不是数字，代表圆满啊。七怎么说呢？东南西北上下中。是这个意思，圆满的意思。啊，换一句话说，无量无边珍宝所成。啊，那什么？坚定的信心成就的。我们这个世间众生，迷失了自信。啊，现在众生心什么心最重呢？疑心最重，所以全都送散掉了，麻烦就来了。对什么都怀疑，这个事情是真麻烦，不是假麻烦。什么都怀疑。这个最严重的是对于圣教的怀疑，对祖宗的教诲的怀疑。这是中国谚语所谓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祖宗爱护后人，不骗你，佛菩萨爱护众生也不会欺骗你。那你不相信，你就没有福报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